哼，老王每次都给我买这么一小袋 QQ 糖，都不够我塞牙缝的，太抠门了。不就是 QQ 糖吗？等着，妈妈给你做。我做的和外边卖的一样很 Q 弹，准备从老王家拿来的橘子，昨天吃剩下的火龙果、大猕猴桃、老王给的冰糖、吉利丁片、麦芽糖浆。家有条件的可以用榨汁机，我家很穷，我就用力气榨汁了。高分表演开始，然后将猕猴桃榨汁，这些就够了。同样把橘子也榨汁，果汁全部弄好了，吉利丁片用凉水泡软，锅里倒入橘子汁、冰糖、麦芽糖浆、泡软的吉利丁片，点火，要不停地搅拌，以免糊锅底。铲子倒糖浆盛到三角状就可以关火了。准备好模具，家里没有吸管，只能这样倒入模具了。然后打入冷宫冰箱20分钟。开始脱模。脱模成功。刚拿下来还有这粘手，我把软糖放在漏勺上面，然后把它们放在通风处通风，把多余的水分晾干。火龙果口味的也像刚才的步骤做，做好后倒入模具中，还有猕猴桃味的。脱模放在漏勺上，全部脱好了放在通风处3个小时左右。怎么样，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因为猕猴桃果汁不够绿，所以我加了绿色食用色素。最后为了防止软糖粘连，把它放入熟淀粉翻滚一遍，最后把它倒回漏勺里，抖掉 QQ 糖上多余的淀粉。给大家看看我做的 QQ 糖，很 Q 弹，这么拉都不断哦。生活要有仪式感，把 QQ 糖装进包装袋里。星星快来吃吧。来了来了。哇，好漂亮的 QQ 糖，我先吃一个。不许吃。你答对一道脑筋急转弯就可以吃一个。没问题。什么帽不能戴？太简单了吧，当然是傻帽喽。耶，答对了，我先吃一个 QQ 糖。真甜，很有嚼劲，还有水果清香味道。第二题，借什么可以不还？这个借什么不还呢？ Tomorrow。 这个答不上来了吧，让大家告诉你吧，朋友们有知道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自己做的 QQ 软糖没有什么添加剂，干净卫生，大家有想吃的评论区扣一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